消息啊？师部传来嘉奖令了，是不是？军工大比图应德赢了，何止是赢了呀？应德带着军工专家跟日本人和日本的打了一仗。大便宜了吧？摧毁了多少飞机啊？这次行动消耗了兵工厂大量的炸药。我知道师长也不容易，你看是不是多拨一点钱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打了胜仗还反而愁了？我最怕你了呀！你一来就是狮子大张口啊！啊，我们都生产武器也是为了打胜仗啊。日军加大了扫荡力度，又增派了很多部队，现在你们兵工厂生产的压力会很大，这个啊，我们会支持你们的。放心师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我等着你。我是谷野正雄。
刘宝，你回来了。嗯。你们都回来了。嗯。怎么不进去啊？他们在里面热闹呢。我这人你知道，不喜欢热闹。应德呢？在里边。我得进去给他道个贺。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就别勉强。刘宝，我求你件事。说。你能不能像训练你的战士一样训练我？贵阁下，这是我心脏的武器，能够帮您除掉八位军工专家。太好了，这不光是武器，对有些人来说是很大的用处呀。武器能够杀人，他还是有用。跟应德同志碰到的几个难题，在你这儿好像什么问题都不是，很简单的就化解了。哎呀，你真是厉害啊！
不是我厉害，是应德的脑子好，让他想到了这样的办法。但是我会超过他的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请教一下。你直说。上次我记得你和应德在这儿试验炸弹的时候，当时他一挥手炸弹就炸了，我当时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你们发明了遥控炸弹呢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那没什么。厂长，这是我的申请。什么？你想调走？坐坐。哎呀，小黄，有件事，我得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组织上决定结束你们夫妻二人长期的牛郎织女生活。市长，您今天找我来，不是就为了说我们夫妻俩这点事儿吧？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咱们二师决定在山区隐蔽处建立一所医院，把这个医院就建在兵工厂旁边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回你们两口子可以团圆了吗？啊？
团长，应德，坐。是。团长啊，您有事说事，这酒我是不喝。这顿酒要是践行酒，那我喝。如果是别有用心的说和酒，到时候你别怪我不给您面子。啤酒，应德来了。
就这房子？你看着简单，我看着觉得可奢华了。什么华？奢华就是很好的意思。还很好呢，还不如我们家那院呢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几年打仗，我们的上院已经很久没有住过这么干干净净、四面不透风的屋子了。哎，听说你还给刘宝应德治过伤呢。我就知道你啊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是为他来的吧？应德同志，给我们讲一讲他击退日军别动队的英雄事迹，好不好？好。鼓掌。应德，来。团长，能不能别让我讲了？啊？我给同志们修修枪就行了。修枪？啊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这团长让我讲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这论打仗啊，你们个个是英雄。论经历过的战场啊，你们又比我惊险十倍。我能做的，也就是给你们修好枪，造好枪。要是我实在造不出来的话，我宁愿给你们擦好枪。好。报告团长，鬼子摸上来了，准备战斗。是。战士用性命抢回来的。决定。
江医生在哪儿？他正在做手术。你是江医生？我是江燕。应德，能听见？王姐，你找我？哎，姚芳来了，坐。这次找你来啊，可不是跟你聊天的，是有个任务分配给你。你可很少给我任务啊，是买药还是送担架？都不是，是送人。什么员？是个医生。江医生吧？对，不过这次的任务很艰巨，很多情况我们还没有摸透，所以敌占区的情况很危险。这次的任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还愿意接受吗？我一个女的凭什么当游击队队长啊？就是比别人胆子大呗。那就好，你去准备准备就出发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需要的药品，你顺便带点回来。黄姐，我能晚两天再去吗？哦，你是想等硬得好点再去是吗？
你喜欢军人吗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可能是我职业的原因吧。我是一个医生，医生的职业就是救人。照你这么说，应德也是医生，只是方式不同，制造好多武器也救了好多人呢。可应德制造的武器也在杀人呢，他杀的是鬼子，那都是畜生。鬼子也是人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。他们是受害者，他们是侵略者，法西斯。杨梦，你想过没有，那些日本兵在当兵之前曾经也跟我们一样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他们变成和平的人，他们漂洋过海来中国打仗，没准也会被宁德制造的武器给杀害，他们就不是受害者。谁让他们，谁请他们来的，杀了，杀完了才好呢。我也不回头。